弥陀经说众生生者皆是阿惟越智，但观经又说上品上生者经十小劫居百法明门得入初地，请问是否为世尊方便说法？对的，世尊每一次讲经说法对象不一样，有时候是真实说，有时候是方便说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纵然这两个经讲的意思不相同，都没有问题。你要晓得说佛说法的善巧方便，那么你以后慢慢再深入，深入经藏之后，你就了解了。